哎，各位嘉宾好，我是柯宇瑞，今天感到非常高兴跟各位嘉宾介绍英文的字根。那我这个资料是从维基教科书自由的教学读本哈，英语，构词法与词源故事，这个从网络上的维基资料来的。好，那上一次跟各位嘉宾介绍到437，那今天从438 hurdles 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那今天是2024年的3月9号，礼拜六，也是民国113年的3月9号，礼拜六。那今天感到非常荣幸，能够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英文的字根。上一次介绍到437，接下来从438这个字根哈介绍。那我这个资料就是从刚才跟各位嘉宾介绍的维基网络的资料哈。英语，自由的教学读本，英语构词法与词源故事。好，那438这个字根是 hurdles。Hurdles 就是为的哈，道路，那就是衍生为就是英文就是 method 是方法哈，它的字根就是因为我们做事要有方法嘛哈，就是要事半功倍哈，事半出一半的功，但是它那个事就是投入的成本只有一半，但是得到的功效是。乘以2倍的，这叫事倍功半哈，所以就是做事情要找到正确的道路跟方法哈，所以方法它的字根就是道路 hurdles，438这个字根就是 hurdles，就是道路 hurdles，道路，439是 hollows，hollows 就是 all 完全的哈，hollows，那。它衍生的单字就是 Holocaust，翻译 Holocaust，就是把一只动物哈，把它整只的来烧，好，整只的牛、整只的猪啊，好，烧全兽的一种祭祀啊，哈，这个好像也是蛮残忍的哈，这个是很低俗的那种风俗了哈，烧全兽的祭祀哈，好，那个叫做 Holocaust，那因为它是整只猪啊、整只马啊、整只牛在烧哈，所以它要烧全兽的祭祀哈，叫做 Holocaust，它的字根就是 holos，完全的，然后。439这个字根就是完全的，hollos，好，完全的，好。440是 homo，homo 它字根原来的意思是男人啊，哈，衍生的单字变成 human，好，人类 human，好，人类的哈，人类的这个字根是男生的哈，是 homo，homo 哈，是男生 homo，好，homo，homo 哈，是男生的哈，homo。好，homo，homo，好，homo，好。那我们看一下英文的单字里面 homo 有没有什么意思啊？哈，homo 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字根的哈，homo，好，homo，homo，同性恋的男子就是 homo，homo，homo，homo。homo，homo。后，把它发长音。ho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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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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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英国的发音。Homo.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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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人的发音。Homo. 美国人的发音。Homo.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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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omo 是 Homo 是同性的男子哈，同性的男子，所以呢，这个 Homo 哈，同性恋的男生呐、啊、哈，所以衍生成人类这样哈。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441个字根哈 ，Homos 就是相同哈 ，Homos 相同的 Homo。Homo， 所以 Homo 它本身也是男生哈，啊 ，Homo 只是相同的，它衍生的单字就是这一个，那 Homogeneous 哈 ，H-O-M-O， Homo 就是相同的意思 ，Genus 的字根就是基因的哈 ，Gene，G-E-N-E，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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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子，Gene，遗传哈。Gene 菌，好菌，然后所以那个相同的基因、相同的因子、相同的遗传，就是同类的了。好 ，homogeneous 同种的，好 ，homogeneous，homo 就是相同的意思，它的字根就是441这个字根 ，homos 相同的 ，H-O-M-O-S。好，42是 horizon。Horizon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界限 ，Horizon 就是界限，然后衍生单字就是 Horizon 就是地平线 ，Horizon 好，地平线 Horizon 地平线，它的 horizon 地平线的字根哈就是42 horizon 哈，它是包顶哈，是界限的哈，42这个字根 horizon 是包顶界限。好，443 horror， 这个单字非常重要，是 hour 哈 ，horror，hour， 它衍生的单字哈。Horology，Horology，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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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y，
有没有这个牛津字典里面那个发音有没有这个太冷门的单字，他这里找不到哈。horology 哈 ，horology 这个真的是找不到，很冷门的单字他就找不到啊。horology 日出 horology 钟表，它的字根就是 horo 阿文 ，horo 是 horo horo 是小时啊哈 ，horo 是阿文小时。好，444这个字根是 horreo horio horio 就是 ibristle 发抖，就是很恐怖的时候，遇到很恐怖很惊慌的时候会发抖嘛哈 ，bristle。所以那个 horio 是发抖的意思哈 ，horio 发抖 ，horreo 444这个字根 ，horreo 是发抖 ，horio 它衍生的单字是 horror，horror 恐怖 ，horror，horror horror 这个字根哈 ，horror horror 是恐怖的意思，它的字根就是444这个字根 ，horio，horror。R-R-E-O Horio 好，445这个字根是 H-O-S-P-E-S 就是 guest 客人，好客人 Hospice H-O-S-P-E-S H-O-S-P-E-S Hospice Hospice 是 guest 客人，它衍生的单字就是 形容词好客的 Hospitable Hospitable 五个音节 HospHospitable 好客的 Hospitable 殷勤的 Hospitable 好客的 Hospitable 殷勤的 Hospitable 好客的 HOS Hospitable
hospitable，hospitable，hospitable， 殷勤的，好客的。它的字根就是445 hospice，hospes， 客人哈 ，guest。446这个字根哈 ，hostis 哈 ，hostis 就是 enemy 是敌人哈 ，hostis hostis。Hostis 是敌人 ，enemy， 它衍生的单字是 hostile， 敌对的，好 ，hostile， 敌对的，好，敌意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名词啊 ，hostility 是敌意 ，hos 哈 ，tility，hostility， 敌意 ，hos，hos，hostility， 好 ，hostility， 敌意 ，hostile 是敌意的，哈，形容词。T-I-L-E 通常是形容词敌对的 hostile， 然后它的名词 hostility， 这个 hostility 敌对敌意敌对，或是形容词 hostile， 或是 hostile 敌对的，它的字根就是446 hostis enemy 敌人 ho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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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H-O-S-T-I-S Hostis 敌人，然后445这个字根是 Hospice 是 guest、哦、是客人， H-O-S-P-E-S 是客人。那444呢 Horio H-O-R-R-E-O 是发抖、哦、H-O-R-R-E-O、哦、是发抖。然后443 Horo 是小时、哦、所以有衍生的单字就日出Horologe， H-O-R-O-L-O-G-E， Horologe， 好，那 Horologe 哈也可以当做钟表。好，442是 Horizon， H-O-R-I-G-O 是 bounding 界限的哈。442这个字根是 Horizon， 这是 bounding 界限。441呢 ，Homos 是 same 相同 ，H-O-M-O-S。Homos 是相同，然后440 Homo 同性恋，好，哎没有，他英文是同性恋的，但是他字根是男人，好，啊他衍生的单字是 human， 好，好439是 Holos， Holos 是完全 Holos， 所以他衍生的单字有一个 Holocaust， H-O-L-O Holocaust 烧整只。动物的那种祭祀典礼的哈，烧全兽的祭祀典礼哈 ，Holocaust， H O L O， Holocaust， C A U S T， Holocaust， 它的字根就是 Holos， 完全的哈 ，H O L O S， 然后438这个是 Hodos， 是道路位 ，H O D O S 哈，道路 ，H O D O S， Hodos 哈是道路。Hodos 哈 ，Hodos 是道路，好 ，Hodos 是道路哈 ，Hodos 哈 ，Hodos 是道路，那衍生的英文单字就是道路，衍生为方法嘛哈 ，method，method，M-E-T-H-O-D，method 的这个英文哈，它的字根就是 Hodos 道路 ，Hodos 哈。然后439是 Holos 是完全哈，所以它衍生的单字就是439是翻祭烧整只野兽的祭祀典礼 Holocaust 439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发音哈，这个牛津字典这个单字也是非常冷门哈，我在猜想它恐怕也是 Holocaust 恐怕也没收录哈，哎有哈，想不到有大屠杀哈有 Holocaust 啊，这个单字很重要 Holocaust。Holocaust， 哎、欸，这个常常看到，我突然想起来了。Holocaust， 烧全只野兽的祭祀哈，这个祭这个英文发音比较少见的，那大屠杀好像就常常看到。Holocaust， 像那个南京大屠杀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单字的哈 ，a very large amount of destruction 哈 ，Holocaust。The Holocaust. 这是英文。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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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发音的时候，把那个 call 哈，把它拉长。The Holocaust. 它的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呵啊哈。The Holocaust.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大屠杀。按美国人的发音。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The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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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屠杀。好，大屠杀，大屠杀，大屠杀。Holocaust.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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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国人把那个 call 哈拉长音。Holocaust. Holocaust.Holocaust. 这是大屠杀。Holocaust.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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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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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 Holocaust. 这是 noun 名词哈。Holocaust. 按美国人的发音。Holocaust. Holocaust. Holocaust.美国人的发音也是 call 把它拉长音哈。Holocaust.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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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屠杀。Holocaust. 好 ，Holocaust.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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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Holocaust， 这个大屠杀烧整只野兽。动物的这种大祭祀典礼、啊、它的字根就是439 Holos Holos 是完全完完全全的屠杀、哦、Holos Holos H-O-L-O-S 然后44是440是 Homo Homo 是男生、啊哦、同性恋 Homo 然后441是相同的 Homos 所以有一个英文单字叫 Homogeneous 这个单字非常非常重要 Homogeneous 同质的、哦Homogeneous， 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音呢？哈 ，homogeneous，homogeneous， homogeneous，homogeneous，homo，homogeneous， 这个 G 把它拉长音 ，homogene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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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geneous homogeneous 然后 G 是重音 hom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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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听看英国人的发音 hom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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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类的哈同类的相似的 homogeneous 同质的 hom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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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质的哈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英文单字哈这个没有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菌菌的发音菌应该会有发音的哈菌菌Gen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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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中文的基因齁因为它是 gene, 基因嘛基因。Gene. 那这 UK 的发法。Gen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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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人的发法。Gene. Gene. Gene. 那是英国人的发法。Gen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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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Gene 这个美国英国跟美国的文化实在是太相近了哈发音几乎是完全相同难怪这个英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势力是就是日不落国现在已经是这个已经不成为日不落国了哈但是英国为了维持它的国际势力哈几乎都是跟美国走在一起哈所以这个他们的文化了哈，同源同种哈，从英文就可以看出来哈，难怪英美就是像兄弟一样那么紧密哈。Gene，
Gene 就是基因，所以 homogeneous 就是变同类的，同类的 gene 就是基因，然后 homo 就是相同的 homos， 它的字根就是441 homos。 好，然后42就是 horizo， 就是 bounding， horizo horizo。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音，442这个发音 horizon， 这个 ri 哈重音拉长 horizon， 地平线 horizon， 地平线 horizon。那么看英国人的发音 ，horizon 是声音音调往下，美国人是把它拉长 ，horizon 的那个字根就是42 ，horizon 包顶哈，它意思就是界限 ，horizon 是界限哈，然后一个是。443是 horror， H-O-R-O 就是 hour 哈，它衍生的单字就是 horology 哈，也可以当钟表哈。刚刚查不到这个发音了哈。好，444 horror 就是发抖，好发抖 ，whistle 发抖 ，H-O-R-R-E-O horror 是发抖，它衍生的单字是 horror。好，445是 hospice， hospice 四个音节。Hospice guest 客人哈，它衍生的单字是 hospitable。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发音呢哈 ，hospitable 好客的 ，hospitable 好客的哈 ，hospitable 好客的，殷勤的哈，友好的 ，hospitable。那我们看看。英国人的发音 hospitable， 五个音节 ，hospitable， 殷勤的，它的字根就是 hospes， 哈 ，hospes，hospice， 好客的 ，hospes， 客人，好客人，然后 hostis 是敌人，哈 ，enemy， 哈 ，hostis， 哈 ，hostis，hostis， 好，那它的衍生的单字是那个 hostile，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hostile 的这个发音呢，哈 ，hostile， 美国人把它发成 hostile， 啊，英国人 hostile， 但是我们那个音标是把它注那个很多音标是把它注成 hostile， 结果英国人是发成 hostile， 是形容词 hostile， 美国人把它发成 hostile， 这个哈的话把它拉长音 hostile， 三个音节 hostile， 敌意的 ，hostile， 英国人把它发成 hostile， 不是 hostile， 音标是写 hostile 的，实物上英国人是把它发成 hostile， 美国人把它发成 hostile， 不友善的哈，敌对的哈 ，hostile。
Hostile 敌意的 Hostile。 好，那我们看看它的那个它的这个名词哈 Hostility 哈，我们看看它的发音 Hostility 敌意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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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意 Hostility Hostility 敌意，这是名词。那我们看英国的发音 Hostility 一模一样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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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意 Hostility Hostility 好，美国人的发音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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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敌意，不友善，不友好。Hostility 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Hostility 不友善。Hostility 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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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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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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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是敌意哈，然后那个 Hostility 就有敌意的音很相近哈。Hostility 中文叫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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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的发音哈，是把那个 T 发成的的音哈。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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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ility事实上是 Hostility Hostility， 但是他把它发成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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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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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Hostility Hostility Hostility。 我们看英国人的发音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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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ility，但是它是 T 哈，所以英文的 T 跟 D 有时候是互换的。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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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ility。这是美国人的发音。Hostility,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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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ility。敌意。Hostility, hostility, hostility。敌，我们中文叫敌意哈，敌，然后呢，中文英文叫 D， 也是 D 的音。Hostility。Hostility, hostility， 不友善，敌意哈。好，这个 hostility 它的字根就是446 ，hostis， hostis 哈 ，hostis， 好 ，hostis， 好。在结束之前，然后我们就从438到446，再跟各位嘉宾介绍一下它字根的意思哈。438 ，hodos 哈，就是道路 ，hodos，hodos 是道路。然后呢，439。HOLOS HOLOS 是完全的 HOLOS HOLOS 完全的。440 HOMO HOMO 是男生， HOMO 的字根是男生，那现在衍生的英文单字就是男生，就是男性的同性恋。441 HOMOS 是相同， HOMOS HOMOS 相同，相同， HOMOS HOMOS 是相同。442Horizon 就是 bounding 界限 ，Horizon Horizon 就是界限。443 horror 是小时 ，horror小时 hour。然后444 horrio 就是发抖，不手发抖。然后445 hospice h o s。P.E.S. Hospice 就是 guest 客人 ，H.O.S.P.E.S. 是客人。446 H.O.S.T.I.S. 就是敌人 ，Hostis H.O.S.T.I.S. Hostis H.O.S.T.I.S. Hostis 哈，就是敌人。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你的聆听，好，那
在结束之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同种的哈 ，homogeneous 哈 ，homogeneous 它的发音哈 ，gene 哈 ，gene 是基因的意思啊哈 ，gene， 所以我们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基因哈，这有好像是直接从英文这个发音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哈 ，homogeneous， 这是同种的哈，同类的哈。由同类事物组成的同种的相似的同质性的了哈 homogeneous 那这英国人的发音 homogeneous G 的话把它拉长音 homogeneous 这是美国人的发音 homogeneous homogeneous 同种的哈，同类的 homogeneous 它这个 homogeneous 是从 gene 基因哈 gene 就是基因，基因 DNA， a part of the DNA 哈 ，gene， 所以中文会把这个 gene 把它翻译成基因哈，直接是跟就是从它的发音这样直接把它翻译的哈，音译就对了哈 ，gene 基因，就是 gene， 然后把它翻译成基因哈 ，gene 基因，那听看看英国人的发音 ，gene， 这是美国人的发音 ，gene 基因，遗传，因子，基因。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您的聆听。今天是礼拜六，那也恭祝各位嘉宾假日愉快啊！也祝福你增加福报，增加智慧，增加寿命，健康长寿，有一个非常美满的人生。感谢您，感谢您的聆听，谢谢，恭祝您假日愉快，谢谢。